最拿手的红烧汤面。这里面呢，有加这个素料，还有这个红萝卜、白萝卜、青菜，反正就是看你喜欢什么就可以加什么。然后呢，最重要就是用那个番茄来卤这个红烧汤，对不对？番茄最不可少，还有这个白萝卜、红萝卜，然后加一点辣，非常的香，非常的诱人，非常的引诱大家。这样子，我妈最拿手的红烧汤面，我们大家都最喜欢吃的。素料也入味了，所以大家可以煮来吃看看哦。素食就是也可以非常的美味，非常的营养又养生哦，对不对呢？